突然窗边好似有黑影一闪而过，不好，先知还在门外。我只听见一声鸟叫，出门一看，先知已经倒在雪地中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居然发生了命案，我一定。艾玛，你赶紧起来啊，叫你好久了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我的破案居然被打断了。在梦里破案吗？我看你是想多了吧。哎，真是不甘心呀。艾玛，你爸爸叫你。来，爸爸，你叫我呀，我没有被蚊子咬到。喂，信号不好吗？快来，你一定不能交给他。什么？你在哪儿？你是先知吗？我在风雪中留下了，跟着他。这是什么电话？恶作剧吗？可是谁能知道我在梦中的世界呢？恶作剧电话吗？听起来也不像啊。可是他是我梦中遇见的那个人。这太匪夷所思了，难道这个电话可以跨越时空？难道是冤魂托梦？可是鬼也会打电话吗？艾玛，看来你中大奖了，恶作剧电话变成午夜凶铃啊。不是吧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你是侦探，案件放在你面前，当然是找出真凶呀。没错，我要继续回去睡觉了。天啊，春游就要这么睡过去了吗？